叫许清，看见我的样子你们会感到奇怪吧？是的，我是一个吸血鬼，也正因如此我痛恨人类。这一切还要从我的遭遇说起。我生活的地方，人类们处处屠杀吸血鬼，大家快看，这里有只吸血鬼。吸血鬼不要让他跑了。而我却侥幸存活了下来，可我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死了我的亲人。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复仇，可我们吸血鬼一被光照射到就会化为灰烬，于是我每天披着人类的皮囊隐藏在人群中，知道我秘密的人。则真是的，弄了大半天才到手了这么一小瓶血，算了，还是赶紧去上课吧，就要迟到了。对不起老师，我今天起晚了，所以迟到了。怎么又迟到了？算了，下不为例，快点去坐着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今天我来教同学们怎么辨认吸血鬼。吸血鬼们的特点就是长着一双红色的眼睛。咦，许清，你的眼睛怎么是红色的？哦，我这个是戴了美瞳的。好吧，我怎么感觉你身上有股血腥味？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膝盖磕破了，我们还是乖乖听课吧。不下课了，看来已经有人怀疑我了啊！居然这样，那可得抓紧除了他，免得有后患。正好最近缺少血液的滋润。同桌，晚上放学我请你吃烤肉吧。真的吗？好呀好呀，那晚上放学我们烤肉店见哦。鱼上钩了呀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快点进去吧。就坐在这里吧。对了，江满，我有点想喝奶茶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去买一下？好吧好吧。没想到这么好忽悠啊，趁他出去先下点药。许清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放调味料呢，快点吃吧，都凉了。怎么头那么晕？药效这么快就发作了吗？先把他抬回去吧。老板，那桌我已经付过钱了，我妹妹睡着了，就先带她回家了。到了去找一下钥匙吧。则这个小巷子真是越来越脏了，看来要找个时间清理一下了。到了，赶紧去看看我的皮肤有没有什么破绽。可恶，没有了血液的滋润，我的皮肤已经发白了，看来快掩盖不住了。对不起了，只有泡人血浴我才可以恢复。去看看还有没有供血工具。真是的，只剩下干尸了，那只能靠你了呢。啊，这是哪里？你果然是吸血鬼。是又怎么样，乖乖做我的血浴铺吧。不，求求你不要。哈哈哈哈，真是太好了呢，提了一瓶血应该够用了，怎么这么快就成干尸了？看来要找个时间把它们处理了。真是的，又把浴池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先清理一下吧。好了，现在点上香火就可以开始了。泡好了，果然还是人血浴舒服。哈哈哈，我的皮肤果然好多了，没有吸血鬼的惨白了。糟了，快天亮了，不能被光照到，得赶紧回去把皮囊裹上。虽然皮肤好多了，但这副皮囊已经遮不住我的红眼睛了，得寻找下一张皮囊啊。这已经没有让我满意的皮囊了，真是无聊。前面那个女生，你给我站住。嗯，我们两个认识吗？你就是许清吧？快说你把我闺蜜江满带去哪里了。什么什么江满？我才不认识她呢。你别给我装傻，我昨天都看见你和江满去烤肉店了。这个女生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？许清的身份会被揭开吗？她会和江满的下场一样吗？